欢迎打开四颗足球 APP 早报，过去12小时国内外足坛发生了什么，尽在这里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凌晨本轮英超最后一场比赛结束，阿森纳主场3-1逆转来自特城，联赛七连胜跃居积分榜第四。此外，西甲皇家社会对阵赫罗纳，意甲桑普对阵萨索洛的比赛均获摇摆券。此外，阿贾克斯官方宣布与多尔贝格续约，国米官方确认那英格兰商靴无缘战巴萨，西汉姆官方亚莫隆科将商靴半年，穆帅确认桑切斯将不会进入欧冠大名单，并在解雇问题尚未切尔西助教求情。国内新闻方面，国青队内表示首战只发挥4-5成功率，沙特防守漏洞多，有信心出现。赛事新闻是连胜。埃森纳3-1蓝湖，美羊羊替补5分钟双响。北京时间10月23日凌晨3:00，2018-19赛季英超联赛第9轮，埃森纳坐镇酋长球场迎战莱斯特城。上半时比赛，吉尔贝尔的传中造成贝莱林乌龙，中场前贝莱林助攻厄齐尔扳平比分。一边再战，奥巴梅扬替补上场5分钟完成梅开二度。全场战罢，埃森纳主场3-1战胜莱斯特城。国际新闻拒绝皇马多特米兰，官方多尔贝里与阿贾克斯续约，阿贾克斯通过俱乐部官网宣布与19岁小将多尔贝里续约至2022年。伊斯科，我们不能为一个不想待在皇马的人哭泣。皇马中场伊斯科在出席欧冠小组赛的赛前新闻发布会时表示，我们都相信洛佩特吉，球队不能为一个不想待在这里的人哭泣。官方，那英格兰左脚踝受伤，恢复期未定。官方，那英格兰左脚踝受伤，恢复期未定。穆帅确认，桑切斯将无缘出战曼联同尤文的比赛。曼联主帅穆里尼奥确认，桑切斯将缺席本周中曼联主场欧冠迎战尤文的比赛。穆帅，希望切尔西别吵助理教练，他已经道歉了。据《镜报》报道，穆里尼奥表示他希望切尔西不会开出助教伊安尼。官方，亚尔莫连科手术成功，预计伤缺6个月。西汉姆联官方宣布，亚尔莫连科已经在当地时间周一上午成功接受跟腱修复手术，预计将缺席6个月。国内新闻，国青队内首战只发挥4-5成功率，沙特防守漏洞多，在亚青赛首战零到一塔吉克斯坦后，中国 U19 国青将在明天迎来与沙特的生死战。对于本场比赛，陈耀东指导和队内仍然充满信心。赛事预告，2018年10月24日欧冠0:55，AK 雅典 VS 拜仁慕尼黑。2018年10月24日欧冠3点，顿涅茨克矿工 VS 曼城。2018年10月24日欧冠3点，皇马 VS 皮尔森。2018年10月24日欧冠3点，曼联 VS 尤文。